大家好，我是某个时间就玩可爱的数码宝贝蓝安。我们先看一下神兽来袭不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领一下登陆奖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钻石礼，我们就稍微看一下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咋不了，先领一下任务奖好了。然后先加一下好友。感谢叫好友三位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先抽卡一下。我说过，这个手游非常的轻松啊。我们点大耳狗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强化它。等一下哦，我们今天来进化宝可梦。哎，竞技场开了耶！所以我要怎么进化它？好，我们就可以挑战了。挑战掉，你们就可以进化它。这个当然是比谁比较强，可是我真的好喜欢大耳狗，我不希望它进化欸。哦，不要打我啊！哦，KO 了。好，再来我们就可以胜利。那胜利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化了。哇，大耳狗进化！巴布，我得到新角色了。这只就是输出控制坦克啊，那就我们超级大大耳。好，那之后也可以进化成这个，就是另外一只，然后最后就是萨多格杜兽。OK，差不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进化链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提升一下它的技能吧。我们先升一下技能。那这只可以进化什么？哇，以狮子兽，我特要狮子兽呢。啊，不爱啦。其实我比较偏啊，对。啊，你好诶，我最喜欢这一只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仙子兽了。哇，你不觉得我很变态啊？等一下。不是啊，仙子兽就是正啊。所以你要干嘛？你也要进化？不行，我们今天一起进化一只就好了。先敲个竞技场吧。我们现在战力是8200嘛，哈。耶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上敲了。来咯。风大雨大太熊大，他们有螃蟹。还有那个地狱犬，再出发，再出发啊！还有三只，耶！所以接下来要干嘛？我们点确定就好，哦，退出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挑战吗？啊！Why you singing that song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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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这边就继续主线就好了，刷个存在好了。看一下有没有人会理我。啊！我现在几等啊？17等。我们赶快练到20等好不好？之后我要创一个工会。我现在叫不三星啊！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已经布阵啊，他在亮什么？不错啊，送歌马兽随便啊，一定有一关没有三星，在哪？到底哪一关没有三星啊？往下面一看呀、啊。
欸，是我把酒找没吗？到底几多啊？不可能啊，这关不可能有精英啊！欸，真的是我眼睛瞎了吗？欸，我眼睛瞎了耶！病无啊？我不用等三星啊，伊甲我讲我无三星。重点是遐显示是我们有三星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时间就是打好打满了。风大雨大太阳大，欸，我想到我那个天使兽，所以这六只其实是官方送我们的六玉六家。各位不会觉得我这个频道很猛啊？二频道进哦，我最想要迪卢索了，这个频道变成动漫的频道。啊，我想要迪卢索，那是很可爱没错啦。不过我觉得 YouTube 数码迷也蛮多的。我最想玩的是 City Skyline， 我觉得那款游戏真的很好玩哎。好，这边开始精英系统，天使兽。可是我觉得 City Skyline， 观众太少了，会玩的很少。我可能就是，那我不喜欢看人家城市建造吧？有人喜欢看人家城市建造的吗？我觉得 YouTube 的影片都是一些。怎么讲啊？就比较娱乐的，好，不然就是动漫画这样子，比较多人看。好，这边你就可以18级哦。那我们开始所谓的冒险系统。那这边呢，只要就是可以让你弄这个所谓的一个金币啊。这应该也可以扫荡吧。所以这个烦请各位试一下去挂一挂了，这个可以取得大量的金币啊，所以这个我可能私底下也要来挂一挂了，然后可能会规定每天几次，每天几次这样子。好像我们今天这一场就是得到了90000多，那就可以把这些钱卖出去。那之后我们有一个幻想挑战，好，那这边你就可以掉落这些东西。那所有等级的提升，我们可以就是开启更多的东西。啊，主要跟各位观众讲啊，你们要慢慢来啊。就一个一个东西慢慢来啊，因为它也是这样啊，就是，怎么讲，慢慢开启，慢慢开启这样。啊，今日动蛋动的嘛是大耳狗吼，应该进化出来啊那些啊。好，这边开启日常任务系统。那主要的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你们之后呢要去升级你们的角色。
我创一个，然后你们加入我的，也不要帮我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险！欢迎加我公会啊！不要再帮我创了，好，也来不及了，呵呵，我已经创了。好，欢迎加我的公会 ，OK 吗？公会 ID 188。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那记得订阅频道。那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一支，等一下，加入歌手。好啦，拜拜。